高端在研究混打的可能性，但是不少的民众拒绝第二剂打国产疫苗，请问市长怎么看？对于这个高端疫苗哈，民众最关心的应该是两件事，一个是能否安全接种，一个是是否具有保护力。所以我想高端应该先研究的是如何让民众愿意施打第一剂。谢谢。食药署通过高端 EUA 申请，市长曾经表达有疑虑。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希望在国产疫苗疑虑未解之前，台北市的医疗系统要缓打高端疫苗。这个 EUA 在 WHO 美国、欧盟他们都有同意的标准了，就紧急使用授权嘛，所以其实高端疫苗通过了台湾的 EUA， 你知道，到时候卫福部如果要开始大规模使用，他还是要说明说为什么它符合紧急使用授权的条件嘛。那当时在欧美国家会通过 EUA， 是因为当时疫情严重，难道完全没有疫苗嘛？所以我想，我倒觉得这样的，这件事情等政府宣布说那个高端疫苗要怎么打，再来讨论就可以了。